为迎接2011年的到来，港台两地的知名导演和艺人给新唐人电视台全球观众带来新年祝福。新唐人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吴念真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各位新唐人电视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魏海敏，在这里祝各位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啊，好，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，我在这里祝大家最重要就是活得开心，身体健康，想什么就得什么，万事如意，恭喜恭喜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igma， 我是定伟，我是杰云，我是维泽，祝全球新唐人的观众新年快乐。